啊，直播血耗石头岭，人修宠修全满3200，辅助技能强壮加上一个500，神速不加钱了。石头岭门派看一下原始种族，原始种族就是石头岭。老板转门派虽然转了很多，但是他没花多少。地江500，龙宝400，麒麟500，耗的祥瑞不多不少，刚刚好够用。泥浪淘沙啊，先加1500，染色再加300，雨仙哥360，290加360加471加311，这孩子有点垃圾啊！这孩子确实有点垃圾，算一个高神也没打，宁斯慧根啊，魔金激发，反正速度561，能勉强自己在输出中加点状态，加上一个600块。神器别说啊，孔全开完了还行，500。帽子10段加白板变身1000，腰带愤怒气龟10段光芒变身1000，鞋子破雨狂攻永不磨损加变身300-400啊，因为70级的不磨。项链野兽专注加变身啊，再给他一个200。专注是一个啊，化龙点睛，鹰击有时候不用蓝啊，然后耐久度不是80级珍珠也便宜，168国标变身套，再来个1400。好，就看这把无级别大武器了啊，护法面膜是帅的，706除以3加423，武器的话658，28再乘一个0.77加658，这把武器679。这把武器应该是个2万6-2万7，它是120级的啊，但是有着130级的属性。零式啊，三属性，这个能卖上一个2500，这个能卖上一个500，给3000。伤害外的双伤害一物爆2000，再加上一个1000，3000可能有点多，2500差不多。四级自我陶醉没多少钱啊。双物爆一伤害，500块，还挺爱爆的。须弥再加上一个高级金爆，能过上一个3500加顺法，法子数字也还行啊，4500块钱。须弥化魂，连善的鬼将没有高神，取而代之的这感知2000不到啊。谢谢我聪哥，聪哥好久不见啊，聪哥节日快乐，2000。四技能的变异。全红啊，高资质高成长鬼将，四技能再给他一个1400，善恶啊再给他一个450。老板的宝宝其实资质特性技能搭配还都挺合理的啊，尤其这只善恶，然后特性带瞬击就能看出来了，会玩。善恶永动机名词慧根，这只宝宝任务中可以永久的有蓝，无限用善恶。无限的用恶报，再给他一个600。这只力劈有高神啊，这个只能卖上个850啊。老板的宝宝好细节呀，龙游野生低连高鬼，高鬼配低吸不中毒，低连多掉攻击通过龙游来弥补啊。这只宝宝野生还少50个属性点啊，这宝宝他妈好难算啊。这个你就当高吸看，这样的话8技能变成了7技能，这个连击先6技能啊。这只宝宝的话感觉400到500之间吧，加400加500加500加500加3200，这号55000多，这么多。好，老板最终的购买价格是48888啊，减去48888，差距的价格为6842除以48888，差距的价格为13.9%啊。那我们就再重新搜索一下武器就好了，武器是专用的。哎呀我操，你不说不太可能，武器专用的。我操，你别说专用就 BBQ 了啊。哦，老板说他也想知道，兄弟们还原去了啊。我操，专用的。专用的。